咁啊，大家好啦，欢迎翻嚟继续收睇时空之门嘅频道啦。咁啊，由于咧，咁啊呢次咧其实系第二次打嘅。咁啊，由于第一次打嘅初见咧，皇冠咧就入唔到 FIFA 模，跟住就输晒啦。咁啊，所以第二次打啦，啊真系又难打咗咁多，可以出二 D 喎 MH，咁出到鬼死咁难打。好想拆嘅喎，系碎堆神卡嚟嘅喎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咁啊，即刻打。咁啊，今次用翻呢個水不配水天嘅隊伍啦。咁啊，將呢個配率最大化。咁啊，有機會就話，其實有機會可以試下呢個啱啱新出嗰張三倍攻嘅神卡。咁啊，做翻多啲配率啊！咁啊，可以變咗做用三倍攻張神卡啦。總之失佢一隻木屬性，其他失曬水屬性，咁樣都可以做翻個偽水堆。咁啊，配合呢個黑奶白啊水天。咁啊，三倍乘2.5倍啊，7.5倍嘅。回攻，咁啊，變咗威力可以更上一層啦。不過咧，就變咗做冇乜靚嘅消除技可以用啦，就非常之一個抉擇啊！佢話係喺皇冠二重降嘅情況之下咧，點樣可以維持到一隻嘢嘅？攻擊都係一個十分之嚴重嘅問題啊！啦，咁咧基本上咧，皇冠咧係要靠 FIFA 冇一波咁樣去帶走嘅，唉，少少瓜帶唔走。係咁啊！見到啦，咁就嚟要入 FIFA 模嘅情況之下咧，咁啊順便打手粒鑽石，鑽精華石，咁啊希望攞翻個 S 啦，咁啊因為今次難度提升咗咁多之後，其實攞 S 都變咗有相對嘅難度啊。第一個就係增加血，呢個就係增加攻擊。咁啊，雷隊就要小心啲啦。咁當然飛雷隊就冇乜所謂嘅。咁啊，慢慢嚟啦。得唔得？要拉翻多啲水嘅精華色。哦，又買 FIFA 模添，話唔覺意啊做 FIFA 模，咁啊都有好處嘅，咁變咗你喺皇冠嗰陣時會 keep 到個兩倍攻啦，仲可以靠拉鑽石嚟去做個輸出，好處唔係有，不過我相信我都比較安心啲，個人認為，咁啊。係啦，咁啊喺呢個，咁啊由於喺冇鑽石嘅情況之下，威力15秒，我希望皇冠嗰陣時會 keep 到啦。咁之後我落得咗。其實拍片嗰時係好得嘅。我都偏向流暢咯，咁啊，順便靠呢個真傷啦，咁啊，喺佢減攻嘅時間都成功擊敗咗啦，皇冠啦，皇冠啦，皇冠啊！
基本上要一波秒，好快死。咁啊，趁住唔入呢個 free fire mode 嘅情況之下，究竟可以做到幾多傷害呢？因為佢一重角非常之麻煩啦，咁啊好90倍，嚇咁啊仲差少少，我靠非常之大力，我仲要二重角添，陰功，陰功陰功，好快，真係多謝曬，啊唔記得食心處。哇哇得10倍，俾人 nerf 咗，啊都好有52倍，啊成唔成功呢？好，总算打大咗，今次嘅双走副本啦，啊攞 S 应该就系一个啱啱好压线攞到噶啦，如果吓咁、啊、都相信都好难攞，因为嗱、啊、可能。皇冠始終真係要靠呢個 FIFA mode 啦，嚇咁啊呢、這個粗略通關影片啊，嚇最高傷害900多萬嘅，嚇咁啊靠呢個最高傷害拉翻啲分，好，誒、欸、都有 S 仲要50多分添。係啊，打出150萬傷害，咁可能呢個任務達成咧，喺前邊呢關達成到嘅，咁所以唔難的，應該就好啦。咁啊，段片嚟到呢度啦，咁啊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咁中意嘅可以俾個 like 啦，你都可以 share 俾啲朋友出去睇啦。咁啊，最後尾支持下我啦，都可以撳一撳個訂閱掣啊。咁啊，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咁啊下段片翻嚟再見啦，拜拜。